首《甜蜜五月》，原名《Sweets of May》，表示五月的喜悦与欢乐。此舞为北爱尔兰传统舞蹈，原本是指邻居们在夜晚相聚聊天的欢乐时光。因为当地是禁止跳舞的地区，所以居民利用手指贴起衣服的舞姿，以及方正队形的交换，来完成一首舞蹈，使外面的人不容易透过窗户发现屋内的人正在跳舞。接下来带来的这首《拿坡里手鼓舞》，是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民俗舞蹈，当地有一种叫做大浪毒的毒蜘蛛，被咬了之后，只要跳舞让身体流汗，即可缓解症状。名为大浪毒的舞蹈就此诞生。跳舞时，当地的人会手持铃鼓摇晃助兴，久而久之，手鼓与大浪毒的舞蹈就有了巧妙的结合。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拿坡里手鼓舞。Gentlemen.